转腰以后往左转的时候，这个身子就往后一靠，给劲儿哈，然后那个右胯往下一松沉哈，左腿的膝关节松开哈，贴着地面走，然后这个时候这俩掌从掌心相对变成一个合抱的动作哈，你就往里送一点，看这个腋下是虚的，不能这样抱，伤关节容易冒死。然后这左手在左脚往下踏的时候，主动往上提啊，提到这儿啊，这时候后边胯沉下来了啊，然后重心往前一个蹬脚转腰，左手往前去。谁懂我心从容向前冲。